钱给你们转了，收一下啊！你上次打车那200，我给你扣了啊。 随便逛逛，嗯，说的挺多的呀。好吧，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嗯、手机好，像我买衣服都不好买，你看我手机这样。你都出去，我有话和梦妮说。 走吧，走吧，钱够用吗？ 林月，你今天穿的很漂亮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卡片最近打电话的人少啊。最近查的严。有什么事一定要和我说。说什么？ 我给你交个底，房子买好了，等我们赚了足够的钱，就不干这个了。那恭喜你啊，有房有车，挺好的。你他妈在想什么？我得不到的，别想得到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不要和别的男的联系啊！ 你监视我，我想知道的我都会知道。你他妈是我什么人啊？你就是我老板，你又不是我男朋友，更不是我家长，我他妈就是跟你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说了我会娶你。别骗你自己了，你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你女朋友？是不是一想到我是卖的，心里就难受，说不出来。 怎么了，哥？一直聊的那个，来宜昌了。那怎么弄？要打他吗？看看，看看他们要干什么。哥。 那我说句话，你可能不爱听。现在外面正烟大，
咱们这时候生事儿，对生意不好。况且，他不就是个卖的吗？我觉得不值。妈，你怕事儿啊？我怕事儿？我他妈什么时候怕过事儿啊？我他妈觉得不值。哎，他又不是他妈什么大明星。 你不懂，你和我去就行。是，我是不懂，但是你现在不让他接客，人其他姑娘都有意见。这个意见？人其他姑娘都有意见。谁他妈有意见？滚！哎，凭什么人家得滚呢？啊，人家赚钱赚的好好的，啊，人家滚。啊，他他妈个赔钱货，你留他在这儿，为什么？你把身份证还给他。 是不是很失望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想象中的我肯定不是这个样子。那你想象中的我了？养不起我。想那么远干嘛？我很会花钱的。我带6000，你随便花。
很棒哥，走，找郭哥。 哥，一会儿出来了，我爸打一顿就行吗？哥，我去就行。看看他们去哪儿。不，哥不是要弄他吗？就在这弄啊。你带了刀？我一直带着。为什么？就感觉应该带着。 你之前说你从不考虑未来，我连下一分钟发生什么都不知道，未来在哪里啊？你那把刀很棒。护萨刀，我爸的。我们要互相知道对方的名字吗？你叫好思佳。 什么最后一步？几千块钱总不能白花吧？这不像你说的话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说话？你如果有事让我做的话，你直说就行，我不需要这。就这样。 还有什么需求？需要我摆什么姿势吗？不需要，你现在就像女王一样。<笑>对了，你到底为什么带刀啊？你说你被控制了，所以我就自然带着刀了。 见到你，故事就不重要了。错，故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没有故事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其实你不来就好了。看来。 你幻想里的我，比现实中的更有吸引力。也不是，和你聊了那么久，每次一想到你，就感觉自己可以跑。你想去哪儿呢？不知道，总之就是跑出去。那我现在走，你还有这种感觉吗？ 我有时候真的很厌恶现在的生活。 一想就很沉重。我曾经想象你像武侠小说里的人一样，把我那有时候厌恶的生活劈成两半，然后带着我远走高飞。
喝酒、做梦，这些都不如实际行动来的直接。我喜欢想到就去做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有个感觉，从很小的时候就有，那就是带一个女孩跑，不去考虑未来。什么女的都可以吗？也不是，关键是那感觉要对。那你现在想带我跑吗？就不是我找的人，这也许就是我带刀的原因。报警！大哥，我看到了，要不去干他？二宝，我们看人。行。小瑞，怎么哥？什么意思啊，哥？小瑞，我们赚钱不容易，我知道你的担心。但是你哥和梦蝶这个事儿，不是面上的事儿，他是心里的事儿。哥想和你说。哥想告诉你，但是我说不清楚。你怎么了，哥？小瑞，一会儿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跟我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坑过你。带着二宝先走。这件事儿，哥一个人处理。哥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是我亲哥，你现在跟我说这种话？哎，小瑞，他妈的，不知道是哪来的小逼崽子，那还能把我给唬住了？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你走吧，我觉得你没骗我。他们不会让你走的。我没钱了，车票他们又不要。这不是钱的事情。那我只能杀了他们，带你跑了。那你会被警察抓的。他妈打死你！有监控。不打你，换个地方，我跟你聊聊。跟他妈你说话呢？侯瑞，俺找你没别的意思，不要再缠着他了。在哪儿上学呢？
我的女人，你们要结婚了。你哥在道上混呢，微信删了直接走，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你愿意嫁给他吗？你走吧。想了，就是个孩子，以后我一定对你好，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哪儿。这张身份证是困不住我的。我们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他身上有你和我都没有的不管不顾。别跑！他妈！老大，我别跑！你说什么？听不懂是吧？啊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的！操！我傻逼，回来，赶紧走，带哥去医院。你给我等着！同志，怎么回事？他带刀子捅我大哥，然后要带我大哥女人跑。来，说。
干什么？他绑架我，拿了我身份证，我男朋友来救我。他是我女朋友，这俩是我兄弟，他俩应该是在网上认识的，然后约了见面的地方，我就是去看看。他有刀，我捅上了。你在听什么？随机。